天送下来的吧？你们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我是来找人的。找人？找我们哥俩就对了吗？真是太美了，太漂亮了。我们哥俩已经好久没有这么近看过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了。你们想干嘛？你真是天赐良缘呐、啊！别过来！别跑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那个混蛋！救命啊！我打死你！哎呦喂！喂，赵！滚！我告诉你们两个，再让我看到你们欺负人的话，我打死你们！这丢乞丐的脸！哎，小姑娘，没事吧？哎，来，起来。张伟，怎么是小莲啊？哎，你放心吧，那两个坏蛋已经被我打跑了。你这一个人跑到荒郊野外来干什么？见到你真好，我是来找我们家小姐的，她在不在这儿啊？你找你们家小姐啊？喏，就在那边的窑洞里。啊，嗯。